阳明高中的球精妹妹哈，这个名字叫做以涵。嗯、聊天室有网友竟然真的有抖内给导播呢。嗯、这个聊天室刷一排导播我爱你。这个导播今天应该是这个活了这么久，五十几岁，这个最多人爱的一天了。基本上我们这个转播团队哈，还是所谓的本职团队了哈。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是拍记录员而已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我们是拍记录员，因为他有在记录的嘛。他那当是正式的记录，这个我们也有在记录，我们看得出来。是。聊天室刷一排导播我爱你。导播今天应该是这个活了这么久，五十几岁，这个最多人爱的一天。比赛目前来到是五局的下半呢，我们的导播说呢，哈，这个阳明高中的球精妹妹哈，这个名字叫做以涵。啊、哦，这个导播也太厉害了。是是是，导播还是连 IG 都已经要到了。不是，聊天室有网友竟然真的有抖内给导播呢。抖内吧，有，就是刚有抖内给导播、啊。哎呦，这导我倒是看到了，球镜以外，我是看到这个林永杰终于露出笑容。